今天吃猪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鸭，很高兴和你们在此相遇。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。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小鸭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儿子，你来一口吧。不管。不吃啊。嗯。今天我儿子吃饱了。你还有舌头？行。嗯。舌头。最好的舌头。用脚。漂亮脑啊，嗯，行吧，喂，哎呀，养眼睛，嗯。儿子，你眨眼睛。乖。嗯。两脑啊，家人们喜欢我给我点关注啊，喜欢我妈给我妈点关注，谢谢，嗯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吃晚饭，今天晚上吃扣肉。猪血，小南瓜，
鸡蛋。这块好肥呀、啊。我这刚放学，得要我这帮我陪身体。妈，您给我来一口吧。呀，好好好，有点热，来受的呀。行，那给我来这块吧，行吗？吃吃，照。有没有酱啊？嗯，这有酱，那倒点汁儿哈。那，那你站这去。嗯，等我再站一会儿哈。哇，太烫了。嗯。慢点。看好，慢点，多蘸点，有盐味儿。真香，凉哈。嗯，我也买了，无价，叫他。这玩意太香了，先多吃点啊。嗯。这玩意是本地家的。嗯。哇，这块肉真大。嗯，肯定是我爸做的，这么香。对，你爸做的。那我儿时真香，没有香。包点生菜叶。掉我身上了是？你都掉我身上了。我慢点。嗯，看啥呢？嗯，金沙嘴。嗯，哎呦我的妈！这玩意还有，来一会儿。嗯，来，这肥能吃吗？什么能吃？行，少来点肥的吧。嗯。辣椒太辣了。嗯。用拿水吗？用。嗯。不用拿水。嗯。哎。嗯，这汤。慢吃真香。嗯，好用。肉快。
喜欢我们俩的，我们点关注啊。喜欢我妈，我妈点关注，谢谢。端午安康啊，今天吃个羊头。眼睛再来一个，剥不开呀。妈，你这天天吃药，能不能换一种？来一口吧，我不来，你不吃啊？嗯，你吃。这个。我不想吃，我吃舌头。好。你舌头吃啊？嗯，舌头吃。你笑啥？来，吃啊。慢点。吃点，嗯，干净，嗯，眼睛也能吃眼，嗯，哎呀，好冷哦，妈吃完了，嗯，都说我儿子吃的比我好，属实。
来一份。嗯。你来受苦。你哪是啥？来两张，我过来，你这要不要？嗯，好。那把头发整了。头发整。喜欢我妈，给我妈点关注，谢谢。热。妈眼睛是不是特别香？香。吃啥补啥，吃眼睛补眼睛，拿好了。